还特意给您准备了一张您最喜欢听的铡美案。您听听这声音啊，这嗓子。包龙图大总，哼，多过瘾。这个可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啊，洋玩意儿。来，主任，咱喝酒。小凤儿，你这酒我可不敢喝，再别给我下了药。顾主任呢，您是越来越小心了。我小范跟了您一辈子，我能害您？这么着啊，我先干。刚才不就对你明说了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你是没在我酒里下药，但是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。三十老娘到崩孩，做你娘的蠢梦去吧。宋处长，昨天说的好消息到了，真中校了。下午局里开个会，我宣布。怎么，不高兴？不敢。你说的要给我的好消息吗？出什么事儿？吴坤才把范子祥给料理了。吴坤才呢？本来我想让小范把吴坤才给做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，你怪我太大意了。昨天晚上应该再派个人盯着，我怕吴坤才反。我问你，吴坤才呢？跑了。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你。你他妈闹着玩呢！我已经调集了人手，排查吴坤才所有的社会关系，还有他平时常去的地方。于北平知道了吗？这事已经闹开了，于主任正带人往小范家去。小范儿说是去了南京，谁想这一声不吭死在家里。是啊，今年特调局算是撞了白骨精，一个个都做了短命鬼，流年不利呀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怎么样？于主任，成事了，尸体还没臭，估计是昨晚的事儿。发现尸体的是小范雇的老妈子，说小范这段时间哪儿都没去，天天窝在家里。郑督察不是派他到南京去了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蹊跷。于主任，还发现了什么？死前小范是在请客。杀他的是个熟人，应该是，在酒里下的毒。在这儿？对。哦，都查了，没查，尸体在洗手间。指纹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
下手的是个行家，什么痕迹都没留下，指纹都给擦掉了。范自强突然暴毙，让我父亲敏锐意识到，这很可能是正义的一个失误。这也许会在比基尼计划上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此刻，我父亲还不知道沿着这道撕开了的口子能走多远，但他毕竟让看似无懈可击的比基尼计划出现了崩盘的可能性。我觉得没什么名堂。现场你负责，搜仔细点，排查范子强的所有社会关系。是。比基尼计划第二阶段的成功，并未给正义带来想象中的兴奋。国民党政府已被注定的命运，也不是靠美国人的少许施舍所能挽救的。为了能继续追查我父亲的身份，正义笼络人心，对部下封官许愿，这套做派大为他的本意。而现在，吴坤才的逃亡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杀他的有可能是局里的人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觉得很有可能是吴坤才。为什么？唱机上的那张唱片放的是《铡美案》，是吴坤才最喜欢听的。但问题只在于吴坤才为什么要杀范子强呢？范子强不可能自己留下来，一定是受了正义的差遣。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。正义瞒着我在背后搞了一整套的东西，还说派范子强去南京出差都是烟幕弹。可是吴坤才被通缉了呀，怎么可能跟小范的秘密任务有关呢？两个人在一起喝酒，吴坤才起码是知情人。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，找到吴坤才。好的。进来。不坐。坐。昨天的庆功宴我是准备去的，为了让你们尽兴就没去打搅你们。副座要是能来是局里的殊荣，怎么会是打搅呢？比基尼计划在你手上成功了，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呢。要不是副座力挽狂澜，我们什么也做不成。这件事情让何群来收尾是最好的结局，既留住了美国人，又斩断了毛人凤的爪牙。今天来想跟我说点什么呀？出了点状况，我是来向副座求援的。说。吴坤才逃脱带走了一套能证明比基尼计划的照片，万一落到共产党手里，刚刚开始的中美合作就有可能夭折。要我做什么？要堵上漏洞，关键还在于北平，需要对他实行一级监控。吴坤才的逃脱跟北平有关系吗？那倒没有，是宋强操作失误。本来何群和张炳坤这些同志根本不必牺牲。那对于北平你有新的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。
但是要以防万一。这件事儿就不要谈了。年初在南京的时候，你提出北平有问题，我让你查。后来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你，还让你继续查。可是到今天，你都拿不出任何证据。现在你又提出对北平进行一级监控，你没有理由啊。这件事儿，我可以理解你。可是要换成别人，他们怎么看你啊？副总，这些我都不辩解了。但是情况紧急，请你相信我。一旦于北平查出吴坤才真相，比基尼计划就有可能崩盘。你推论的前提是错的。你在假设北平有问题，且不谈她是我的女婿，就算她是一个普通的党国上校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。于北平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国上校，他是青城特调局主任。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拿不出新的证据，我不批准你对他进行监控。比基尼计划成功了，这是你对党国的贡献。在成绩面前，我们要保持冷静。你今天有些飘飘然了，不能有的事情站在合群的立场上。副总，不讨论了。你是我最好的学生，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我对你抱着很大的期待。党国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，要停止一切内斗。邓组长，回局里吗？不，去滨水路。是。好高呀！这是局里的房产，我临时用来存点东西。来，坐。是。那些东西都是吴坤才和蒋维明搜过来的，大部分都送给了三十六师。剩下的这些，暂时对不了线，我就留下了。看看这个。军窑，这不是糖就得是送，是真货吗？是真货。你还真识货，吴坤才自己说这是唐朝的军窑，送给你了。郑组长，兄弟可不敢起觊觎之心呐。这是我对你的奖励，任何忠于党国的人都应该受到嘉奖。那谢谢邓组长。你叫我做什么？确实有一件事儿要让你去办。您说。不过这件事儿有风险，闹不好会掉脑袋的。只要郑督察看得起我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那好，我也不瞒你，现在形势危急，是用人之急。可特调局里没几个可用之才，陈忠义靠不住，宋强又太鲁莽，你孙德利是行动上的一把好手，为党为国，我都不能委屈了人才。我孙德利就是郑督察的人。副座不同意对于北平实行一级监控，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明白。副座，爸爸刚来，
哎呀，到了青城啊，忙得我是四脚朝天，好不容易才抽空来看看你们。丹妮还没放出来。放人是小事，背后有名堂。管他什么名堂呢，先把丹妮放出来。她不仅是你的女儿，还是我的外孙女。正义几次三番的找茬，放了丹妮，落下话把了就。青城局的主任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爸，北平在局里真的挺难的，虽然说是个主任，能叫得动的人根本就没几个，并且他们还有很多事情都瞒着他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局里的事你就不要乱插嘴了。北平，到你书房我跟你说几件事。您今天想吃点什么我去给您做。今天不吃了，等着丹妮回来，咱们好好吃个团圆饭。丹妮马上就能放出来，正义那儿我去打招呼。好。正义今天找我，要对你进行一级监控，被我否了。辅佐信任北平，感激不尽。但正义的一个观点，我是同意的。他说他看不清你。我觉得以前我看得清你，可现在有些看不清了。北平出身贫寒，从乡下来的，凡事可能谨慎了一点。在自己家里，用得了那么谨慎吗？我保你不是为了你一个人，也是为了永义和丹妮。我明白。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了，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现在的形势对我有利啊，白吉尔表态不会放弃青城，对共军形成了震慑。我听说南京也有人在酝酿和共军和谈，局势有缓和的可能。自家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大厦将倾。傅作作何打算？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？只有殉国一条路。北平自当追随傅作。不，你不可以。为了永义和丹妮，你必须活着。这边。今天我都有些什么安排？今天您的安排主要有两件事。下午三点，情报处程忠义处长约见，要向您汇报局里的内务管理条例修订案。晚上八点，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和安德森约见，关于上楼路军火库爆炸案的善后处理。你告诉程忠义，让他在办公室等我，可能会晚一会儿。好。坐吧。你的交代，江平都给我看了。你把所有的事揽到自己身上，就是为了给蚩尤一扛罪，对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外公从南京过来了，说要放你。我正在琢磨这件事，但是我对你的那个池教授有点看法。Thank you.
爸爸经常会在那儿想，说你将来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跟他共度一生。我想象，他应该是一个正直的、善良的、热情的人，哪怕有点幼稚、莽撞，但他要真心对你。 你要真心的喜欢他，你们可以在一块学习，一块看电影，一块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的好东西。如果有一天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，爸爸会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。别说这些了，你们能放了池先生，比什么都强。他现在还不能放。为什么？ 他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，池先生不是共产党，他就是一个教授，那就更不能放。好好的一个教授，为什么要对抗政府？你们这叫政府吗？啊，你们逮捕都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啊，他们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、民主和公正，你们简直就是青红帮。你觉得那个池教授就是英雄吗？他为了大义牺牲自我，不是吗？ 有一天，会跟您谈谈，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叫真正的英雄？我们对这个池幼仪已经很客气了。那你们打算关他到什么时候啊？ 如果你要让我放他也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跟他分手，不能再跟他保持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。如果你要不答应，我就一直把他关下去。反正监狱里边老犯人多了去，有个老头。 从民国16年一直到现在，还在监狱里扫地呢。如果我答应你，你就放了池先生。你必须得说到做到就可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 不过我要接他出狱。 等着急了吧？很快就会放你跟徐小姐出去，恭喜你！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不让我做什么，我也都做了。我妻子和孩子可以放回来了吧？这一点你要放心，我们还是很会照顾人的，他们都过得很好。出去之后，你要知道你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我们见过面的事儿。 跟谁也不要说，你还是做你的社会名流。该反美你就反美，该反政府你就反政府。总之，你原来什么样，现在还得给我是什么样。有任务会再来联系你。还要我做什么呢？好事儿啊！继续跟徐小姐谈恋爱，继续发展你们的关系。你们不是本来就很要好吗？ 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关系还要更进一步，明白吗？老池啊，说实话，我都有点羡慕。你们不要太无耻。我们无耻，比不上你池先生风流倜傥了。
上了船的人还敢说这种屁话？小心郑督察收拾。给你个任务，徐小姐不是想加入共产党吗？你就让她加入。我不是共产党，你让我怎么去发展呢？我会教你应该怎样去做。丫头，你长高了。哥，小贩子死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把他派到南京去了吗？当时我派他去南京，是让他参加二厅的培训班培训。那段小贩手上没什么工作，谁想到他会偷偷跑回青城，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。杀死范子强的应该是他的熟人。于主任怎么看？为什么有人想杀死范子强？我打听了一下，小贩平时好赌，手上欠了一些赌债，有没有可能是个人恩怨？恐怕没有这个可能。现场的指纹擦拭得很干净，杀手跟局里有关系，不然的话没必要这么干。不会吧，小贩平时人缘不错，何至于走到被杀这一步？也许他掌握了什么机密，有人想杀他灭口。于主任觉得是什么机密？只要查下去，总会水落石出。最近局里事情多，人手有点紧，小贩之死不过是个意外，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？不就这些事儿吗？怎么就抽不出人手了？青城布防方面，美国人要求重新部署，需要拟定计划，指定青城局参与。你跟陈雪明打个电话，这些事情本来就归他们，不该我们揽的事就都清理掉，让情报处拉个单子。佛归佛，道归道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弄到特调局来，我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，不是神仙。那好吧。石先生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一定得来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就是这家咖啡厅啊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嘛。离局里近啊，有事就回去方便。嚯，跟哥出来见面，还想着工作呢。走吧。哥，你先坐，我打个电话。借用一下电话。请。喂，林冲来了，在蓝调咖啡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您的咖啡，谢谢。您还挺忙啊。你们打得越糟糕，我们就越忙。谁让你们弄成这样的？丫头大了，会挤兑人了是吗？哥，上次见面是6年前了吧？嗯，上次我还在野战部队的病床上。生死难料呢。别总问我啊，这么多年你都在做些什么？哎哥，我记得那时候五原大战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分队阻击了日军的一个中队，对吧？没错。咖啡，请稍等。亏得地形绝佳，那次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我右胸还挨了一个枪子，都能插进一根筷子。那你再说说，在巩牛岭，你一个人摸进板垣旅士团的事儿。老古董了，说他呢？你说一下嘛。我真记不得了。要说记得最清楚的，就是刚胜利那会儿。嗯。好几天，脑袋都是懵的。先生，您的咖啡。那些死去的兄弟，总在我眼前，跟没死似的。哥。爸要是还活着，肯定特别为你骄傲。真不容易，莎莎，你也是。那为了这个，干一杯。这怎么弄也得二锅头一杯吧？你先来口羊吧，算是给你开个荤。行，依你。今年妈的忌日，你能回去吗？那当然了，回到家的头等大事。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，妈不知道该多开心。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。干嘛？你没事吧？要不是你坐在我对面，我会认为你是个假的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说是爸妈合葬，可是爸的衣冠冢里边什么都没有。有的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那时候小，我没告诉你。
是爸的一块手表。手表不是你参军的时候妈妈亲手给你戴上了吗？是，后来我又放回爸的衣冠冢里了。我看不得那块手表，看了我就会难受。这辈子啊，就再也没戴过手表。那怎么行？堂堂国军团长，没有手表怎么行啊？时间我都问副官啊。再者说，时间长了，看看天我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了。不可能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下午3:01。这么准？骗我！只给你拿偶表，骗我！骗我！石先生，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。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你，丹妮，我们分开吧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是我父亲找过你了。跟你父亲没关系的。就这样吧。池先生，池先生。
谁就在此时此地。哦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他，飞鸟已在远方。远方的他和他和他，你们都还好吗？岁月啊岁月，这指尖已刺穿我心脏。就让我，就让你，就让他，惩罚融了冰雪。就为了你，为了他，为了我，用手一个秘密，我自己双手向火燃。最后的眼泪交给谁？轻轻吹起风，想呼吸，看日出。